回帖蔓延一遍，大家注意观察它的行权的方位和方向的转换。其次，无尾鞭、无肘击、右板锤、左盘肘、左板锤，这是上部的右护掌。左护掌，右护掌，这个位置大家接着这个护掌，不拖，不转身，挑离，不拖，过河。下去的是要头，要腰腹，不拖，不拖，不拖，转身。就是这个教学的这个慢练，主要是大家在学习了这个单式动作以后，这个你可以参考到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方位和转换方向。初练的时间呢，一定要缓要慢。学熟以后，逐步的加快动作，加大力度。这个火星拳它是速度、力量和积极的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组合的拳法。